不要讲出来，都是乖的，都是乖的，乖的。没有到，很软，我一直剪很软，再转再。干了，退房。真的蛮大的，好吧。来哦，现在时间7:25哦。司机已经在楼下等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前往机场。哎，人呢？你出来啦！你出来！你出来啦！干你娘鸡巴的，乱啥笑啦？乱你娘鸡巴啊！你赶紧别出来啦！来哦，抓最后一个哦，这个又是谁？不是我啊！妈，谢你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！妈，每次都是你。哎，我这个助理哦，这个助理吗？真是懒惰。还有上车了哦，好想吃早餐啊，那天早上看起来人很多，只有第五天认真吃过早餐，因为第二天没钱吃早餐，第三天看金沙没时间吃早餐，第四天车子来赶着吃早餐，都最后一天了还是没得吃早餐。来哦，要回台湾哦。提早到机场，司机提早到接送。我们又来哦跳舞，来哦，哎，来哦跳哦，在机场跳舞。收音响复活白羊。所以我说带蓝牙音响到底来干嘛的？啊？哇！来这里增加重量的，带回去的，对，带来完全毫无贡献，然后最后来带回去。很轻吗？是很轻啊，只是不知道来给楼的而已啊。然后台北啊，回家拿。总是要找一件事情。找太空嘛？不行，在哪里？大家来称重。那个那里有好几个，并且超重的。哪里有秤？这是地秤日。
来估值，估值，估值。来这里。很重哦，十八吧。十八。那你呢？十八，我十七。九。十九。十七半。十七半。妈的，还有这种。看最近的误差。哇、哦，二十。那我觉得好像没有按你。我更改一下啊。改啊。十八。好，十八。好，18.5，好，18.5，好，来，18.5，哇，你乱猜，什么乱猜？18.5呢？定的大概16，好，17，16.5。16，你要跟刚刚的抓的感觉做比较。16，我抓16。15。来哦。13而已。看了啥？重量啦，在那边。这干。上啊！哦，19，对啊，这样二级吧。19，耶！哇！30，不踩，靠背。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你懂多少？22。一个人哦，22，一个人，22。他有些东西走了。22，不能送你。我就跟你讲，很期待他再多少。你人讲的心虚哎，干，你担心个屁哦。21多。要把东西都放我身上。对。我等一下把他的装了。我干，我干，哎，有料哎。干有料哎。出国都超早。哦。干这很有经验哎。代二三。确定吗？确定耶。昨天只是晚上花一大段时间在做这事。啊，哦，还准耶。准耶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样。他不会，他你差一点。差也没差了。哦。啊，那过完没事了。就七公斤而已。七公斤哦。七公斤。不过冰箱还好，我包包很空。哦，我干你还好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都是那个压到底了没有？欸、我没有看过有，我会买啊。极限流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不会管那么，这个好像也不会被抢。还要贴一个贴。CP值，干这个真的是性价比之王哎、欸。这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！今天挑零钱哦，最零钱的挑零钱。来哦，登机喽，回台湾喽。回台湾就没有洋葱喽。回台湾就当穷人喽。哎，回去当穷人喽。哎，不能当大爷，还敢按摩啊？对，回去吃阳春面吧。Oh, goodbye, sir. 哎、，Welcome, 鲁蛇。Welcome, 鲁蛇。也是蛇，啊后蛇乳蛇，蛇乳蛇，天好惨。
世界动物，台湾是台湾黑熊。来，赣州支那猪，谢谢各位。